过我的岗位是疏散群众警戒，嗯，然后就过了也就大约二十分钟吧，十几分钟就爆炸了。第一次就是那就是第一次大爆炸，就把我冲出去了。名字也可以，挺好的。你怕了，怕了。放心，那个你多大了？当时在现场，嗯，灭火，然后突然发生爆炸，然后那个很大的冲击波，把我冲倒。我们所有的战友都在现场，这个救火，没有一个退缩，都在拼命的救火。